再来呢，要出场的是编号5号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另外呢请编号6号喜福社区复健中心请准备。编号5号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他们要带来的主题的演出，康复者天使背后的隐形的翅膀。过去的自己可能感到难以这么样的前进，或者是呢觉得辛苦，但是我们也逐渐的了解，要主动发现背后那对隐形的翅膀，才能够飞向更多未知的地方，并且呢也开始学习不羡慕太阳的美好，而是认同可以克服困难的自己已经慢慢的茁壮成长。现在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带来的康复者天使背后的隐形的翅膀，给他们一个掌声。掌声来谢谢，这是来自于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带来的康复者天使背后的隐形的翅膀。